们祖先的祖先是从泉州过来的，我希望你能回馈一点给我的家乡。于是我们在之前捐出了900万。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演出，有一些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，要因为这些话扣上政治表态的帽子吗？他们没有表达的权利吗？一路以来写的博客有上百篇，记录了我在每一个城市，不管是到上海、西安、沈阳、重庆、广州、深圳，有很多很多的回忆。也许在你出生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来到这片土地上，并且爱上这片土地了。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演出，在跟粉丝的互动当中，有一些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，说了一些话，要因为这些话被岛内的一些人扣上政治表态的帽子吗？他们没有表达的权利吗？是谁想要让他们晋升沉默呢？想说或不想说，就看他们跟粉丝的互动当中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。我的爷爷从书柜里面翻出了一本我的族谱，他告诉我，阿信，你的祖先的祖先是从泉州过来的，所以你这样一字一字排下来，你的名字中间是一个姓这个字。来到北京之前，前不久我们才回到泉州，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发生了一个好大的台风，但是我们心中其实最担心的并不是五月天能不能开演唱会，而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学校，有很多的同学正等待着他们的学校，他们的校舍可以修复，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到学校念书。我希望你能回馈一点给我的家乡。于是我们在之前一起和所有来看这场慈善演唱会的朋友捐出了900万，希望能够早一点让所有的孩子们回到学校。待会我又有点担心会有点下雨了，所以你们可以把雨衣穿起来，如果觉得冷的话，好吗？因为你们也是我的兄弟，也是我的姐妹，我希望你们真的一切都过得好好的。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来北京一定是烤鸭的。还要吃什么呢？吃烤鸭不行啊，还要吃涮羊肉。知道我们昨天休息在北京吃了什么？想知道吗？大家都叫我们去喝豆汁，到现在没喝到，但是呢我们吃了烤鸭。是的是的，我们中国人嘛，来北京一定吃烤鸭的。还要吃什么呢？吃烤鸭不行吗？还要吃涮羊肉。昨天还没有吃到，待会儿在台上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其实3个小时的歌单呢排得满满的哦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今天是不唱一姐妹的哦。一姐妹，傲立雪中自己。Hello。你们知道五月天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熟。今天你们两位是自己来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这么想不开来看五月天演唱会？今天是不唱一剪梅的哦。女儿买票给我们看，然后爸爸就说那个蹦蹦蹦，我怎么会想要听？那个蹦蹦蹦，我听不啦。听到现在目前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就是蹦蹦蹦，其实也蛮好的。对啊，那为你们带来这个一首一剪梅。喂，你真的会吗？一剪。
心间。哦，这个爸爸超开心的哦！哎，他们终于复活了，对对对对，复活了哦，超开心的。刚刚两个，接下来是蹦蹦蹦的一剪梅，对对对，来动词动词动词。奥利先中，爱我所爱，无悔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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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月29号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台，就跟今天的你一样。我比你还紧张。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台，对吗？你会不会紧张？紧张点头，不紧张摇头。紧张吗？你知道吗？25年前。1997年3月29号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台，就跟今天的你一样，我比你还紧张，知道吗？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台，对吗？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，你会慢慢习惯这种感觉。说不定你还会上瘾。喜欢音乐的这种瘾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有一句俗话说，姜是老的辣啊，不对，讲错，因为有一句俗话说，学音乐的孩子不会怎么样。学音乐的孩子怎么样？不会变坏。他讲的是会变坏。第一次上台的时候，就跟现在的你一样紧张。可是，一次一次的，你看到越来越多人，他们都为你拍手，为你鼓励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慢慢的。你就不紧张了。你听到大家帮你拍手了吗？你开心吗？开心的话点头。啊，不开心的话也点头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希望你这一辈子，也许你不会像五月天一样误入歧途跑去学音乐。我跟你讲，我希望你的这一生就像吃了无敌星星一样，经过了这个晚上之后，你会变得什么都不怕，遇到困难，遇到小乌龟，遇到炮弹，遇到库巴大魔王，你这个小小的超级玛丽就把门一把撞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唱完好吗？好。我和你都月亮了，要再唱这首向往歌，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安快乐，谁说这样不会打闹。
月天如果没有在1997年决定成团，在1998年冠佑加入，在199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的话，那五月天现在怎么会站在这边看到你们呢？也许我就是以 Energy 的身份在这边看到你们的，那不是更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 solo 啊，你 solo， 快点，快点，我们现在看，我们现在看，那个音乐放一下。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追。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追。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是，欢迎大家来到五月天，回到那一天。要回到那一天，是不是要时光机？在2023年的今天，时光机已经发明了。哇！眼见为凭嘛，就是我们的时光机。你是说这个大球还是那些小球？大球是时光机，小球是辅助装置。辅助，就像你也有辅助装置一样。哎，哪两个？哪两个？我们可以看你的辅助装置吗？我可以看吗？大家想看吗？我可以把辅助装置给剪下来吗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大家不要这样，请冷静一点。他的魔法荧光棒已经绑定了。好了，这个。你的 dream away away， 再不管你是谁。